걱정을 모두 벗어버리고 so smile, smile, smile. 장미꽃처럼 활짝 웃어요. 세상 즐겁다. 걱정하면 무엇해. 즐겁게 노래하자. 춤추는 거 봤어요? 다들 看了刚才 黑天鹅在水面上跳舞吗？ 어떻게 해요? 身子脖子，然后两个脚使劲的扑腾，是吧？在水面上表演精彩的舞蹈。 한 마리가 더 있어야 되는데. 这需要一只是吧？ 혼자 산가 이거도 이거. 他们是成双配对的。 一个人有点窘迫是吧？ 지난 기회는 한 마리 더 있었거든. 자, 이 오늘은 今天呢，我跟大家 당뇨에 谈一谈有关糖尿病。 당뇨. 糖尿. 아침에 우리가 그 스트레칭에 대해서 얘기를 했는데 早上我们谈了有关伸展运动的内容。 배워서 하는 게 아니고 伸展运动呢其实不是我们去学往来做，这是本能的。 강아지도 이상구 박사 강의도 듣지도 않고 다 해. 那么小猫小狗呢，它没听我的讲课，但是它们会做伸展运动的。小鸟也做伸展运动。 이것은 창조주께서 这就是创造主。 赋予这些生命的生存本能，让他们的毛细血管呢得到伸张，让他们的血液畅通。这就是他们生命的本能。创造主已经在我们的基因里输入了这种生存的基因。美国人呢经常。 在生活当中很习惯的做伸展运动，在公园呢，把车停下以后，然后再把脚放到车上，然后这样做，舒腿运动，很自然。我们韩国人呢却不做，为什么呢？ 그 스트레칭 본능이 기지개로 나타나잖아요. 那么有一种本能就是称老爷说，那么大人就说，哎呀，这没礼貌啊。所以这种本能的东西呢，被这种观念被压制下去了。那么真我是没了，真我呢需要什么？需要伸展，但是假我呢，却抑制我的真我的发展。 所以我随时做伸展运动，有空就做。不分场合。还有一次呢，我和家人去银行，我太太在银行里办银行业务，我在银行外面做伸展运动，然后在下腰，然后呼吸。 呼吸很重要啊，要配合深呼吸。有个小朋友呢，八九岁的小朋友呢，两个小女孩过去呢，然后就这样直勾勾的看着我。那么我给他们树立一个好榜样。 스트레칭 얼마나 중요한 것인지를 가르쳐줘야지. 我要教他们这个伸展运动是多么重要，然后我更加努力的做。 이제 아 시원하다. 啊，好舒服啊！里面有个小女孩说什么？这是老爷爷。干嘛？我以为他会提什么好问题呢？
스트레칭이 좋아요. 뭐 이렇게 부르지 않았을까? 我以为他为什么是啊舒展运动好不好？那我就想讲毛细血管怎么怎么好，没想到这小女孩去问我。애가하는말이我说了一句话。창피하시지않으세요？你不害臊吗？不害臊吗？啊！当时我被我被吓了一跳。怎么这小孩子们？这小孩子们。停步，停下脚步，看我，他们心里想，这有个疯老头在这干什么呢？是吧？所以呢？谁正常？谁不正常啊？谁正常？谁不正常？孩子们正常，我不正常吗？我正常，是他们不正常，是吧？我做伸展运动有什么不对呀？那么我又没有害别人，没有妨碍别人，对我也对我的身心也有益处。没有加害于任何人，也不影响市容，是吧？但这些小孩呢，却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你看，你看这个老头，啊。아이천피해이러고본거야아真真真真不知害臊걔들은뭐가없는거예요他们已经没有了什么자유가없는没有了自由응아已经被大人的成见쑥스럽다고아说笼罩了사실그래所以他们就感到害臊뭔가어른거를所以做一些这个世界了就是我们当我们去做好事的时候요새는좀大家去抹不开是吧尤其是臊米饭那么大家说，哎，这是你吃的是什么呀？啊，就有点做好事反而抹不开。那么我过去在刚开始做新起点生活的时候，喝水大家都认为很奇怪。比如说乘务员问的你要喝什么？没有水是吧？没有水，不提供水，因为所有的人都喝水。如果你要水的话，他会多看你一眼。他嫌麻烦，还得到飞机的厨房那为你特意的拿水。最近呢啊，机内服务呢提供饮水，所以当时呢新起点生活啊不是那么抹得开的啊，所以说很多人因为抹不开害臊，所以就不去做，所以我们就在。这个社会的成见当中观念当中被束缚我们的自由慢慢被吞噬这样生活的就很困难所以孔子说了一句什么话君子是什么样的人呢君子是什么样的人大人什么样的人见性成道的人是吧见性悟道的人他说了一句话叫君子不器君子不器器는기구그다음에그릇할때기器是器皿的器是吧그무슨말이에요这句话什么意思거듭난사람은重生的人自由的人是不断的什么发现自我以后见性以后呢不会在某种成见当中约束自己不断追求变化的人所以说悟义就是孔子讲的悟义悟必悟我悟故是吧所以说你们要明白真理真理会让你们自由和这句话是一脉相通的真正的了悟真理的君子呢是不弃的不会在某种成见当中把自己束缚起来对吧所以呢我们做新起点生活呢就是让大家不要在成见当中束缚起来是吧就是做一个不弃的君子君子不弃写一下看看好不好어디에돼요밑에두개요
一直在那超慢了超慢了超慢了啊你看군자불기를아君子不器啊거듭난사람那么萌生的人自由的人了悟真理的人他们不被某种成见啊自我的固执己见所束缚所以大家呢大家啊你们喜欢吃五花肉啊喜欢吃辣的吃爽的세상사람들이다칼칼한한걸좋아하는그런규격속에빠져있지你们不要再被这些世人的这种成见和习惯当中束缚起来要从这里这个束缚当中解放出来当你们了悟真理的时候那么你们的健康就会不再被过去的那种坏的生活习惯在被咖啡因尼古丁束缚的生活当中解放出来会返璞归真啊很酷是吧不美是吧糖尿病是什么样的一种疾病呢是血液当中的糖成分、啊、糖含量增高那么、过多的糖呢就从、通过肾呢被排除通过尿液呢排除到体外那么糖对我们身体来说重不重要呢十分重要是不可或缺的成分是吧那么低血糖症呢会让我们机体、发生障碍、以致死亡所以说糖是维持我们维护我们生命的重要成分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燃料那么燃料越多不是越好吗但不是的、万事都有一个适度的量益宜就是益是吧再好的东西那么物极则必反是吧会起反作用所有任何事物都要有适当的量要有个中庸在里面适当的摄取适当的维持这样才会健康这个适度是十分重要的、啊、我们把这个适度称之为什么把它称之为节制节制那么节制呢是建构我们 生命基础设施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啊、我们种上一棵树给它浇过多的水那么根茎也会烂掉这棵树也不能成活同样道理那么水对水是必不可少的生命要素但是过多呢反而导致、树木死亡所有的事情道理都是这样的、就是物极则必反除了上帝的爱以外所有的东西物极则必反大家要明白这一点这个道理十分重要啊、没有例外、你们偷偷的揣着怀里的那些、啊、什么汤啊药啊偏方啊再贵的东西越贵、啊、越离谱、嗯、越贵越离谱所以呢那么糖在我们身体里也十分重要氧气多么重要 啊氧气只要不吸五分钟人就要死掉但是如果我们身体里有过多的 养分的话、啊、也会非常非常的有害那么我们空气当中氧气 吸空气当中的氧气是 O2 是吧 O2 呢有两个氧原子的结合、啊、氧就是两个氧原子的结合那么氧原子呢、啊、不喜欢孤独所以总是成双配对的是吧这样才会 发挥这样才能彼此、彼此抵消其实氧是十分有毒素的啊那么那些铁罐啊啊水罐氧气过多的话它会引爆、啊、
所以说坦克呢，为了不要氧化，所以呢要抹上油，使它不至于氧化啊。坦克的外壳那么坚硬啊，炮大炮都摧毁不了的坦克，却怕氧化是吧？这氧就是这样厉害的一个存在啊，会生锈的是吧？那么氧气是非常厉害的。所以氧气呢？接触的时候和其他事物接触的时候，就是其他与它接触的事物氧化，发生氧化，这种作用叫氧化作用。氧的氧化作用十分强烈的。那么两个氧原子的结合 O2 呢，也有氧化作用，它的氧化作用呢却已经被削弱了。有一种自由基、这个自由基是不是两个氧原子，是自己游离的一个氧原子啊，他们厉害的不得了啊，是很危险的危险分子。那么这种自由基在我们血液里过多的话，氧 O2 在我们血液里过多的话，也会杀死我们的细胞。所以在医院呢，那么给患者们供氧气什么，如果氧气供给量过大的话，就会过多的吸取氧气。那么小孩的情况呢，就会患失明症。为什么？眼睛上有很多的视网膜，有很多的毛细细胞，是吧？如果血液当中氧气成分过多的话，毛细血管就会破裂。就这样，氧气呢，十分重要，但是它的氧化作用十分重要。那么空气当中有很多氧气，那么空气当中的氧气成分呢，大概有21%，那么通过肺吸入我们身体内。那么血液当通过我们的肺的时候，肺里面的毛细血管呢，就起到与血液与氧原子结合的作用，起到这样的功能。这就是支气管，那么空气通过支气管呢流入到肺细胞里，那么肺细胞的最顶端呢就有那个肺细胞我们称之为肺泡是吧？这小泡泡里面呢充满了空气这些毛细血管就看到了，红色的是动脉，蓝色的静脉是吧？这空气里面的养分呢就通过毛细血管是血小板与血小板，红血球里的血小板呢被氧气氧化，然后吸入氧气这个血液呢就成红色。这个毛细血管萎缩的话，那么我们喘息就要困难。所以毛细血管在我们身体里的功能是十分重要的。如果人体缺乏运动，这些毛细血管呢就会萎缩退化。那么你们平时不做运动，突然登山的话就会喘得很厉害，因为毛细血管平时没有得到运动。所以呢一天两天经常运动的话毛细血管就得到扩张所以说血液 流动很舒畅，所以登山就轻省了多了一样的原理，在你们的心脏里头，在心肌里面也有很丰富的毛细血管，如果不做运动的话，你们心脏就会有过度的负荷心肌呢，如果不做运动，心脏里面的毛细血管呢就会萎缩那么突然做运动，那么氧气供给就不够，所以就感到心悸然后心痛。那么平时经常做运动的话，所以运动是在十分重要如果一个人不运动的话肯定会退化的。在你们不运动的过程当中，
毛细血管先萎缩了，肌肉也退缩了，脑神经也会退化。只要不运动的话啊，那么你不运动就是意味着你要早点衰老啊。我们韩国啊，年轻人呢啊，衰老的很快，因为他们不做运动。哦，什么考试啊，那么中学、高中体育课都被删除了啊，这是非常危险的做法。所以呢，那么我们书归正传。那么糖在我们身体里也十分重要。糖为什么重要呢？그래서혈당피속에는血糖항상당분이있어요啊，血液里面糖分是的，始终要有糖分，但是这个糖分呢要保持适当量。过多的话，이糖이너무많으면糖分过多的话，糖이너무많으면어떻게될까요？啊，起到什么作用呢？啊，起会起什么样的现象呢？啊，我们看我们的视网膜。这是我们的视网膜是吧？有丰富的毛细血管。如果糖分过多的话，啊，就会使构成毛细血管的细胞呢，啊，由于糖分过多，会怎么样？会没事吗？如果血液糖分过高的话，啊，吃咸的过多的话，血液就会变咸的，那会没事吗？那是不得了的。那么首先这个咸的食物啊，首先会破坏我们的胃黏膜。那么进入血液以后呢，血液当中盐分过多的话，血液就变咸，那么 T 淋巴就会怎么样？啊，就会被腌制了，是吧？所以它的攻击癌细胞的功能呢，就会被削弱。所以你们得了癌症以后还吃过咸的食物的话，那你们就等于是选择了死路。所以呢，这样的小孩呢，啊，给这些小孩吃咸的、吃辣的，他们会摇头、会哭的，是吧？所以呢，慢慢慢慢的，我们就这样被训练成适应这些又辣又爽的食物。这不是真我，这不是原来的我，是吧？所以呢，吃那些不咸不辣的，啊，不咸不辣的我就不能吃，那么你就被这些观念 所 控制、啊、被这个器皿 所束缚，是吧？但是你们明白了真理以后、啊、从这个束缚当中，我的胃口、啊、我的味道也一样怎么样解放了，所以那些清淡的吃起来也很香。当一个人明白了道理，小人成为真理，君子自我成为假我成为真我，色身成为法身，这一切的故事都是不光是我们的心怀意念啊有个根本的变化，那么我们的日常生活也是这样自由变化，发生自由的变化、okay? 成为一个真正自由的人，不再有什么束缚。所以圣经里呢，你们要把你们的身体献给上帝作为活祭，献给上帝。不光是心灵的问题，那么身心是、啊、不是二元的，而是统一的。那么心灵的变化当然要伴随着身体的变化啊，那么身心二元啊，这是不正确的。所以在毛细血管细胞里呢，再扩大一点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样的、里面这个小圆圈圆点是什么呢？这就是红血球。那么这为什么鼓起来了呢？为什么鼓个大包呢，像气球一样？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因为啊，血液过甜，血里面的糖分过多，盐分过多，啊，或者是辣的成分过多，糖分过多，就会引起毛细血管啊，血管壁变薄弱，在这个变薄弱的部分呢，会鼓起来，这样弄不好就会破掉。破掉呢，啊，眼前就会突然发黑。
啊，眼睛就会看到有一种黑的东西啊，游离，然后这个被人体吸收以后呢，重新再能看到，就是眼睛发沉，突然眼睛发沉是吧？这种现象啊，反复以后越来越加重，最后以至于失明，这叫什么？糖尿合并症的一个典型的例子。糖尿合并症呢，就是人体的毛细血管被破坏所导致的。所以说，毛细血管越丰富的地方，越容易发生什么？越容易发生糖尿合并症。比如说，人的肾脏毛细血管十分丰富，所以糖尿合并症容易发生在肾脏上。所以糖尿病呢，在人体的各个部位容易引发合并症，这就是糖尿病可怕之处。所以呢，当我们有些人呢，即便得了糖尿病，他们不容易出现合并症。什么样的人会不容易得合并症呢？他们食物吃得很淡的人啊，清淡的人不容易发生合并症，因为他们的血液很清啊 ，T 淋巴很强啊。如果你们吃咸、吃辣、吃甜的，那么 T 淋巴就变得十分薄弱，因为它被腌制了。所以红血球也被腌制了，所以供给养分的功能也被削弱了。所以得了糖尿病会全方位的引起这种问题。那么30、40岁的时候糖还是正常，为什么现在会突然出现糖尿病啊？是吧？糖指数会升高。那么为了医治糖尿病，我们就要知道治病的原因啊，懂得这个道理是十分重要的。为了解这个呢，我们首先要对糖做进一步的了解。刚才我们讲过，糖在我们身体里起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它过多的话就会起反作用啊。哪里会多？因为它血液里的糖分会增高，是吧？血糖增高。为什么血液里的糖分会增高呢？原来血液里的糖分呢，应该供给到哪里啊？应该供给到血细胞里面啊，就像供给燃料一样，脑细胞、肝细胞、各个细胞、脏器的细胞呢，都需要糖分。他们消耗大量的糖分，所以我们思想啊，那么肚子饿得就快，是吧？思考问题的时候啊，糖消耗得就过快。运动的时候也一样，消耗糖分。所以糖啊，是我们人体活动所必须的能量。那么它停留在血液里就问题大了啊，它要源源不断的供给给细胞里。停留在血液里就麻烦了啊。那么进入细胞里以后，这个糖分起什么作用呢？就是提供燃料。糖啊，其实就是我们人体的燃料。如果把细胞看作是汽车的话，那么糖就是什么？糖就是油料。不断的提供油料呢被不断的消耗。那么只要大家生存活动，那么细胞正常运作，那么糖就不断的被消耗。汽车供给油料以后呢，油料进入哪里？进入发动机里，然后被燃烧，是吧？那么我们细胞这个汽车里面会不会有引擎呢？啊，当然有。我们要看看我们细胞里面的引擎。你们看这个红色的了吗？这个红色的点就是细胞里面的引擎，起引擎功能的物质。几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个。这个是八气缸的引擎是吧？功能很大，很强大。我们这个李弟兄好像是啊。八个气缸的引擎是吧？有的人说我成天乏力啊，成天乏力。哎呀，我得歇一会儿啊，乏力
啊，我们是三个气缸，马力不够。那么爬一些坡啊，或者是稍微快一点呢、啊，啊，就会感到很累。所以这个引擎呢，我们再仔细看的话啊，这个细胞膜、细胞核，这些小块呢，就是粒线体啊，原来这样，把它切成一半以后，里面构造就是这样。我们把它放大一下，啊，这就是粒线体。啊，糖进入这里。糖进入这里以后呢？那么氧气也进入这个粒线体。我们必须得吃饭，必须得呼吸的理由呢，就是要不断的吸附，不断的提供燃料，为了不断提供燃料，是吧？所以我们一日要三餐，要不停的呼吸。그래서이제여기서이제태웁니다자그러면은자어석훈이이거다시띄워줄래오케이자자자자어떻게되냐하면은你们看이세포막에这个细胞膜呢당이들어가는문이이렇게붙어있어有一个门지금이건열린상태有门这个门是开启的状态那么糖由此门而进入细胞里面속에있는당분이那么血液里面的糖分呢通过这个门呢进入细胞里面然后供给到哪里供给到线粒体里面당분그다음에이제뭐가또들어와야돼요然后还要供给什么光有燃料不行还需要什么氧气供给起来。근데이문이아주수백개붙어있어요这个门呢，在细胞壁上、细胞膜上有数百个。有的人是关，有的门是关起的，有的人是开启的。有数百个门在这个细胞膜上。근데이당은휘발유아닙니까那么这个糖是燃料是吧？燃料为了燃烧呢，需要氧气。糖하고산소만가지고는안탑니다那么光有燃料和氧气它不会燃烧它需要什么 光有燃料和氧气它能燃着吗它需要点火它需要点火是吧那么上车那么停车场里有很多车那个发动机里面有什么有汽油有燃油然后有氧气是吧但是它不动因为什么它没有燃烧那么走的时候我们把钥匙插进钥匙孔里一拧随着一声轰鸣那么然后开始燃烧起来那么这个发动十分重要是吧燃料和氧气一块让它们燃烧的吗这个气发动很重要자한번물어봅시다那么我问大家시동이라는것은처음에한번탁긁고나면끝납니까那么发动以后就不再起作用了吗끝나요结束吗끝납니다不是的이렇게키자동차를키那么把钥匙打开以后呢계속적으로엔진안으로뭐가들어가요在引擎里继续的提供什么电火花那么关掉它呢那么这个电火花就被关掉了那么钥匙一关那个汽车引擎就会停止运作所以汽车的生命让它运作的根本的动力就是这个电火花如果开了驱车三个小时这三个小时这个电火花在什么
不停的在怎么样啊，所以说我们称电喷啊、发动机啊，是吧，是电子的控制这个点火的机制。자그러면여러분그럼우리사람도스파크가필요하겠죠。那么我们人体的细胞也需要这样的点火装置，是吧？这个点火的装置是什么呢？그게바로생기요。这就是生命的气息啊。如果你没有生命的气息、啊、我们的机体就根本无法运作，是吧、啊、就等于是、啊、汽车引擎没有被点着一样。所以不让这个生命的气息进入我的身体里，点着我的生命发动机的因素就是什么？就是这种死亡的意念、啊、死的意念、啊、说、啊、我被骗了，人生没有意义，那么你的细胞就不会正常的被、点燃，那么就没有力气啊，乏力啊，晕倒了。所以在我们人体里面呢啊，也有这种火花现象啊，像闪电一样，这就是生命的气息。所以上帝用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入他的，将生命的气息吹入他的鼻子里，成了有灵的活人，是吧？啊，上帝把人体这个发动机的引擎啊，点火点着了，是吧？所以这个生气进入以后呢，生气的本质是什么呢？就是真善美的事物，就是信、爱、旺、啊、尤其是爱。进了以后呢、啊、开始生产能量，生产热量，还生产什么？生产力量，还有什么？还有 发生电能，热力电能。所以我们的细胞带电的原因呢，就是什么？就是生命的气息进入我们细胞里面，然后把氧和燃料进行燃烧，产生这种能量的过程。那么生命的气息断了啊，人体马上就会变得冰凉，不一会儿呢就会很僵硬，是吧？因为它就像引擎不运作的话就变冷一样啊。那么你们摸摸你们自己是不是发热呢？자그러면은那么미토콘드리아숫자가많은사람이당뇨에잘걸리겠어线粒体多的人容易得糖尿病呢，还是线粒体少的人容易得糖尿病呢？当然是少的人，因为少，那么糖分的燃烧就不充分，那么血液当中的糖分就会增多。那么什么样的人粒线体会少呢？有没有天生就少？那么天生就多的人呢？这不是的。那么线粒体，线粒体最多的人呢，可能是马拉松选手。他们以平均跑百米以15秒16秒的速度呢，以这个速度可以跑40多公里啊，这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力量。所以像李峰柱这样的选手呢，大概是24气缸的引擎。那么李峰柱天生就是24气缸的引擎吗？不是的，经过不停的锻炼，这个气缸啊，从6气缸到8气缸，8气缸到12气缸啊，这样它的线粒体呢就慢慢的增多。比如说他发生事故不能做运动3个月呢，那么3个月之内，它的24气缸的引擎呢，可能削弱到6气缸、4气缸。那么你不做运动啊就没有用，所以这些没有生产产生能量的必要了，那么就在体内就被削弱了。那么李峰柱选手好康伤情复原以后，开始进入训练，那么6气缸、8气缸、12气缸、7缸就会增多，线粒体就增多。所以你们来到这里呢，至少要增加体内的气缸3到4个，是吧？成为8气缸。
그러니까所以呢，线粒体越多的人啊，他们就 不容易患糖尿病。为什么？它可以充分燃烧体内的糖分啊，然后有 很大的力量。所以糖尿病患者，最开始患糖尿病的时候，出现的 最大的症状就是体乏无力啊。为什么体乏无力呢？因为线粒体多，它也显得累。为什么？他即便是八气缸他也累，为什么？因为糖无法进入到细胞里面，就是油路堵塞，啊，这门不给他启开，这个门不给他启开。这个细胞膜的这个油料门呢，应该随时为糖分敞开，但是这个门打不开，扣不开，为什么打不开呢？所以科学家经过研究啊，这个道理跟电梯是一样的。电梯旁边呢有一个什么？有一个按钮是吧？有一个按钮。那么有一个物质要先按这个按钮，这个门才会自动开启。这个按起开关的这个物质呢，就是胰岛素。胰岛素。那么胰岛素是由谁生产的呢？是由我们的胰腺来生产，是吧？所以过去呢，我们医生呢在治疗糖尿病的在推定糖尿病的致病原因的时候呢，是胰岛素生产发生了问题，所以糖尿病患者的最终问题是在哪儿？是胰腺出现了问题。最终我们发现了原因不在此。那么得糖尿病的原因呢？有的人可能胰腺很正常，而且胰岛素生产的也很正常，但是这个门开启不了。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原因呢？那么经过一番精心调查，发现胰岛素分泌也很正常。去按糖尿病患者的细胞膜上的这个开关的时候，这个油路供给门呢却打不开。哪儿出现了问题呢？这个铃，这个按钮发生了问题，只是说这个铃啊变得迟钝了，那么轻轻一按门也会自动打开。现在使劲按，再给它刺激，它也实现不了它的功能，就好像一个年久失修的电梯电钮失灵一样。所以糖尿病患者呢即便所以他们的胰岛素分泌就需要比其他人更多，所以他们得大量的接受胰岛素的注射。所以呢，糖尿病患者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他们的糖尿供给的这个按钮啊会嗅到呢？原来是有原因的啊。这个油料供给开启油料供给的门的这个按钮上面呢，被遮了一层物质，被遮上了一层物质，盖上了一个罩。正常人的细胞上面没有这个罩，但糖尿病患者的这个油料供给门的按钮上面有一个膜盖罩住了。罩住了意味着什么？说明停止使用了，不再使用这个按钮了，意味着什么？那么门就没必要打开了。门没必要打开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就不运动的人吗？你不运动，所以说就年久失修生锈了，就盖上了盖子。那么不运动的人，这个门开启不开启无所谓了。所以成天开车以车代步，不运动，那么就在这个按钮上面盖上了一个罩子，停止使用了。所以大家呢，通过新经典生活原则呢，经过运动这些膜呢，这些被盖住的膜呢就被揭开了。那么这个，因为我们人体需要什么？重新开启这个门，就需要这个按钮重新恢复工作。从下岗到上岗是吧？所以这个患糖尿病患者的这个门铃变迟钝的最大的原因就是什么？最大的理由就是
运动不足，缺乏运动，那么运动不足的线粒体的数量也会减少。所以呢，运动不足以糖尿病患者糖尿病的就重要。所以说运动对治疗糖尿病预防糖尿病是非常重要的，是缺乏运动。그다음에고지방식사입니다。还有一个理由就是高脂肪的饮食。高脂肪的饮食，我给大家上午已经讲过了，在红血就变得很粘稠，呈粥样化啊，呈粥样化。那么对细胞的氧气供给就变得迟钝，所以呢，那么把糖分即便供给到线粒体里，那氧气供给不足，那么燃烧还是不充分，是吧？这样还会出现问题。所以我在读医科大学的时候，六七年我毕业于医科大学，那么那个时候很少看到有糖尿病病例，是吧？在韩国那基本上周围没有什么糖尿病患者可医。最近呢糖尿病比比皆是。为什么他们的饮食变得油腻了，肉食增多了。那么过去想吃一块肉，那到什么谁家这个过寿的时候能不能吃上一口还是回事，是吧？什么牛排呀这些东西都是 很难得吃一口的，现在稀烂起来了，是吧？所以我们身体里面的油脂过多，再加上不运动了以车代步，所以身体变得肥胖。那么从小就得什么？得糖尿。过去呢，我们认为糖尿是成人病，现在不是成年人的病疾病了，而是生活习惯引起的疾病。那么过去年过半百才会得糖尿病，但现在二三十岁照样得糖尿病。那么十岁的小孩也会得糖尿病，因为生活习惯让我们的身体变得一塌糊涂，饮食油腻过多，过多的油腻。这都是事出有因的。所以呢高脂肪的饮食还有一个致命的原因就是什么呢？你们看这个图中已经有答案。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生命气息的不足。生命气息不足的话，你再怎么运动再怎么节食它的燃烧还是无法燃烧的，需要这个电火花。受精神压力的人成天抑郁的人很容易得什么？得糖尿病，动不动就发脾气，再不就是每天在忧愁当中抑郁的心情下无法摆脱精神压力过重，这样的人容易患糖尿病。所以有的人呢成天运动从早到晚天天运动，天天什么做健康食疗，但是还是得糖尿病。这些人呢都是很小气的人是严于律人指责别人动不动就跳鸡蛋里挑骨头这样的性格的人，在我们生活当中没有快乐，没有真善美的东西所以看着世间任何事情都是不称心的这样的人呢内心呢总是暗淡的。所以你们要解决心灵的问题。今天早上我给大家讲了血压的问题，是吧？前不久有过这样的患者，是一位男性，六十刚出头的一位男子，大概坐在那个角落。因为李博士你的课讲得非常好，所以把所有的学生呢对我的课都是目不转睛，所以呢我对此已经习以为常所以有一个人不注视我的话，那我心里就有点不得气儿有的人呢
아그이게습관이되니까아已经习以为常了，每个人目不转睛的注视我，已经成了习以为常的事情。如果有一个人精神不集中的话，啊，那我就要我就花心思了。啊，他不，他从来都不看我。于是我在他前面啊使尽了招数，但他还是不把目光转向我。아근데강의를안듣느냐你说他不听吗？但他还是在听。관심도있고듣고他也十分关心。근데뭐노트를보거나但是他不是看笔记，就是看天花板，再不就是看窗外。듣긴듣는데他听还是听。눈꼴을안맞추는但是他不把他目光啊、转向我，不与我的目光相遇。눈꼴을안맞추好像故意在躲着我的眼光。三天讲了三天啊，我们两个目光从来没遇到一块。第四天那天早上讲课，我讲了遗传基因对信息做反馈，信赖十分重要的内容。以后呢，我越信赖，那么我为什么不参加不出这个广告的理由？讲了他以后，这个时候突然就忘看了我一眼。然后开始鼓掌、啊、可能受了一些感动、啊、그래서你그때만딱쳐다보고那就那一就 看了我那一眼以后又开始、啊、埋头看自己的笔记我就觉得奇怪、啊、看了我一眼说明还是有希望那么我就跟他、啊、一边散步散步的时候散步的时候我就跟他搭讪한시간반쯤하다가또그그강의끝나면벅적지근해져요근데그래서이제따라붙였지然后我就故意去接近他然后跟他搭讪说啊今儿天儿不错啊啊聊家常我怎么说这个人只是默默不说默默不答대꾸를안하는거예요啊很尴尬所以 我刻意的去跟他接近讲了大概20多分钟啊最近黄沙怎么怎么样啊什么环境怎么怎么样啊卢武铉怎么怎么样啊讲再怎么讲再怎么大事他也不理我啊不跟我交谈哎呦肯定有什么问题人长得不错啊，从外表上看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为什么这么沉默寡言呢？我问他你有什么病？他说我是患高血压和糖尿病啊，这他回答我了。所以我努力了20分钟以后啊，他不愿意跟我说话，那么我就没必要这样强迫他，所以我也开始。默口不言啊那我就先走在了前面하다가이제이제나중에전제그물가에가서이제발도좀담그고뭐到水边泡泡脚啊休息的时候在回来的路上又遇到了他저앞에가길래전좀뒤에쳐졌을것같아요그래서이제아이이제내려오십니까아你现在回去了嗯，这位终于开口了，说：“李博士，我说什么事儿？”啊，您是不是觉得我不看您，您觉得很奇怪？我说是。我不跟您搭腔，您是不是觉得更奇怪？啊，我说是。啊，那么我决心把我的心事道出来。我说你有什么心事1989年 KBS 그프로그램이나가서난리가났잖아요啊我在韩国 KBS 做完电视讲演以后呢当时全韩国引起了轩然大波当时他在京畿道的家平呢做兽医作为一名兽医呢他是京畿道嘉平地区的农畜产的协会会长当时由于我的讲课啊遭受最大打击的就是什么就是农畜产协会嗯그래서이사람이
所以他当时呢非常非常恨我，当时大量的养殖养殖猪啊、牛羊的是吧，他们就希望说把李香九绑架然后杀死他，然后组织了一个突击队。因为当时我在电视上讲肉食怎么怎么对健康不好，所以人们都不吃肉食，以后呢这些卖养猪养牛的都遭受了很大的打击。他们等了一年，他们等了一年等我从美国回来没有等到，所以他们解散了这个敢死队。因为三年我没能来韩国，当时很多人要杀死我。这个世界呀、啊，那么只要你传播真理他们就向你扔石头，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是虚假丑的主宰的这个世界。所以真的真理，你将讲述真的真理的时候呢，这个世界是路西佛的世界。所以讲上帝的故事，讲真的上帝的故事，他们就会扼杀你。以路西佛的方式讲上帝的话那么没事，你会很风光，讲钱啊，讲蒙福啊这些就是蒙福求福，其实求福就是祸根是吧。那么你讲真实讲真理，就会有很多人生气。这样的人呢口口声声说是上帝的仆人，其实他们都是恶魔的仆人，要小心这样的人当真正讲真理的时候呢，他们会生气。所以圣经说我的羊能认识我的声音，他们会 跟随我。你们再怎么说你们信奉耶稣你们当中到底能有几个是跟从我的声听我的声音，跟从我的羊呢？只有我的羊才能认清我的声音，所以你们要跟随我。剩下的其实都是披着羊皮的狼，即便有跟随我的，但是他们不懂我的声音这是值得非常值得我们反省的事情。事实就是这样，新起点生命运动我在这里给大家讲，那么从科学的角度你们是挑不出刺儿的你们看我的网站，没有一个什么可隐藏的，把所有的内容都公开了为什么？因为我没有一点愧对于人，愧对于天。从理论上把最新的科学信息情报都引用下来，所以任何人都可以观看，然后呢提出意见。你看我收钱吗？管理一个网页呢需要很多的精力和时间还有经费，网页我都是免费提供的。这些好的信息，抗癌治疗化疗这样病，我通过网上为患者提供咨询这些信息呢。那么有的人说收会费加入会员必须得加入什么信用卡的号码，这样的话我们会赚钱的是吧。那么每次点击的时候都收钱的话，这个网站可以赚钱，但是我们确实免费为大家敞开的。因为上帝的真理，我们真的怎么能收费呢？是救人一命的真理，怎么能用金钱来估量我？那些没有钱的人就命里注定要死吗？这就违背了上帝的旨意，是吧？越是重要的东西上帝都免费提供了我们，所以生命的信息我们应该免费享有。所以呢我们把这些费用就提供到这些网站的使用上现在这个翻译的这个空间呢
花了400多万，400多万韩币。现在我们正在用中国语同声传译，为什么？中国，我去过中国几次，因为我时间身体有限啊，因为这个讲课里面提及很多有关上帝的内容，所以在中国呢还很难讲。那么通过同声传译呢？通过因特网，因为因特网是跨越时空的嘛，所以很多中国人，中国的需要这些信息的人啊，可以听到这个信息，因为中国人很多人渴望这个信息，他们希望通过网上听到这个信息，所以呢，我们就大力投资，为了中国的布道工作啊，为中国传递生命信息，为那些贫穷的人啊。不能参加这个聚会的人，为他们提供，所以你们要为他们提供帮助啊！你们当中也有那样的人啊，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所以我们尽一切力量啊！那么中国人口有多多是吧？比韩国人多数十倍。所以呢？通过用汉语同声传译的话，这个消息如果传递给广大的中国人民，那这是多么好的一件事情，多么积德的一件事情。所以呢，所以这位先生呢说，박사님이텔레비광고를안나간다说说말을듣고자기가오해했다는걸깨달았대啊，说早上我不打广告，那么我才明白了，我误解了你。那个时候啊，1989年、88年那个时候，正当韩国举办奥运会的时候呢，韩国的肉价十分昂贵。当时啊，那个畜牧业啊很赚钱，肉价很贵，所以说卖几头猪就能供孩子们去读大学。所以那个时候呢，韩国人呢非常讲究肉食，所以肉价涨得很高，所以那些老百姓啊吃不到肉，就向政府怎么样抗议政府要降低肉价啊，就在这档子。当李湘九这样人出现在 KBS 电视上，然后把肉价一下给杀下去了。所以畜产业的这些协会的人们就认为什么，为了杀下肉价，所以就把李湘九请到 KBS 台来，政府有意的为了杀价，所以作为政府的雇佣兵，然后做这个讲义。那个时候是不是收钱了呢？其实一点都没有。当时的讲课费啊，当时 KBS 也很穷啊。最近赚了点钱哈，当时能在屏幕上露一眼，已经极大的荣耀了是吧？反而的谢电视台。讲一课就给几万韩币。那么这个人呢，误以为我会收很多的钱，是韩国政府让我来做这件事情，就是为了把肉价杀下来。但事实不是这样。他终于了解了真实。他以为我是被金钱、被政府收买的人。他终于明白自己想错了。但是还是不能和目光和我相接，因为他曾经要杀死我，恨我恨之入骨，所以不好意思望着我。
박사님이 자꾸 저한테 와서 또 말을 붙일라 그러고 所以他抹不开，他抹不开。所以说我一边走一边自己就想，所以我就希望在李博士面前把我内心的心事全都倒出来，啊，这样才能什么啊感到舒服。所以我终于决心要把我的一切心事倒出来。啊，我现在糖尿病，而且血压非常高。那么 血压能不高吗？那么曾经心怀恶念要杀死一个人的人，血压能不高吗？啊，脾气这么大的人，血压肯定会高的，是吧？啊，发脾气啊，什么都不顾的人，血压肯定会高的。啊，血压高的已经不得了啊，所以呢，不服药的话，就很难控制。那么，即便吃降压药啊，只能降到160、100几啊。经过星期天课程呢，30天过去以后，那么吃药以后呢？所以他停止了服药，在星期天课程期间呢，血压降到了150。他在这里呢，的确见效。那么比来星期天课程以前啊，比不吃药，比吃药的时候血压降的还要低。啊。然后这个人对我说：“李博士，我跟您说完以后呢，我心里感到很舒畅，就像我的血压突然降了下来一样，好像我的血糖也肯定降下来了一样，我这种感觉。”12点半我们回到饭堂，然后一块吃饭，吃完饭呢？我对啊，我给那些患者们做咨询，然后2点左右他敲我的房门，啊，他进到我的房间里来，他说李博士，啊，他说您这样忙，但是我有个好消息，我非得要告诉你不可。我说什么事儿？他说李博士，吃完中午饭，我量了我的血压，我的血压降到了135。啊。所以你们心里的过节解不开，那么对你们的身体是十分有害的。要打开这个过节，不管你是癌症患者、糖尿还是血压患者，不管你患任何疾病，你们内心当中肯定有一个过节。这个过节啊，会慢慢的杀掉你们的生命。要有误解的话，要化解。有仇恨的话要饶恕，消极的变成积极的，这样每天过喜悦的生活，听好的信息，好的讲课内容，啊，凡事感谢，啊，通过健康食疗，啊，摒弃那些油腻过多的食物，啊，确信，生命的力量，通过运动，啊，这样我们的线粒体的数呢，就会慢慢的撑多，是吧？啊，成倍的增长。啊，这个供给糖粉油料的门呢，也会开启自如。把原来盖在这个开关上面的罩子呢，都会掀掉。那么这个盖子呢，科学家称为是 resisting。resist 가무슨말이에요 resist 什么意思呢저항하다말이죠그인슐린저항물질이라阻止的意思哈인슐린그인슐린을저항하는물질이라서阻止胰岛素的物质그 resisting 저게저덮개가필요하니까왜운동도안하고에너지생산안하니까因为你不生产什么기름기있는음식먹고不生产스트레스받고이러니까你不运动，那么不使用这个开关，啊，所以呢就要把这个开关给它盖掉，所以细胞就生产这种 resisting， 啊，抵抗素。那么通过运动呢，这个
侧盖物呢就被抵抗数就被清除了，然后开关恢复功能，是吧？然后这个门就开启自如，糖分供给的自如，细胞当中的线粒体增加啊，再加上生命的生气，所以燃烧充分，所以你就会变成一个能量充分的人，你的糖尿病自然就会自愈。糖尿病、인슐린이런거아무리먹어봐야你胰岛素打的再多，只能是要用药性来控制那个胰岛素，所以呢，你一辈子离不开这个药。不光是洋药，还是中药，凡是什么民间疗法，用药物是无法治疗，除非是新起点生活原则方式。那么糖尿病是用药物无法治愈的。只是就在那一瞬间调节血糖的作用而已。那么药性 一断，那么 糖分还会升高，那么根源没有被解除啊。那些偏方的药方却很贵，是吧？什么白蛇、什么雄鹅，这些东西啊都是赚钱的东西。如果你们的家里冰箱里有这种物质很多的人呢，东西很多的人呢，回去后啊要把这些乌七八糟的东西都扔到垃圾箱里啊。现在我们只相信什么？只相信创造主的生命气息。那么上帝会多么的喜悦呢？上帝就等待你们下这个决心，做这个选择。所以呢，糖尿病呢是靠新起点生命完全可以恢复的疾病。뉴스타트밖에없죠다같이일어나셔서힘차게뉴스타트해보세요불러도록하겠습니다뉴스타트해보세요뉴스타트해보세요놀라운일이생깁니다뉴스타트해보세요놀라운일이생깁니다건강치료해보세요운동을해보세요운동을해보세요놀라운일이생깁니다운동을해보세요맑은물을마시세요놀라운일이생깁니다맑은물을마시세요햇빛을조이세요햇빛을조이세요놀라운일이생깁니다햇빛을조이세요절제를해보세요뉴스타트해봤더니
놀라운 일이 생겼어요. 뉴스타트 해봤더니 뉴스타트 해봤더니 예. 자, 오늘 저녁 식사 같이 하실 분이요. 곽종호님, 권창수님, 류종일님, 문영선님, 박문암님, 박정희님, 이충우님, 황선태님. 맛있는 저녁 정말 맛있게 잡수시고요. 오늘 회복 이야기 세 번째 시간입니다. 7시 반 늦지 않게 다시 뵙도록 하겠습니다.